下，我这边拿一下。他会怕。我们的那个，我的泳裤先帮我们释放一下吧。今天的泳裤没有穿。啊，对，我们有一个泰森泳裤哦，他今天加一身。好，为什么要放油呢？因为它可能会粘粘，对，粘住，对，好 ，OK， 好。那我们这个透明的，好，先帮他们就地面哦，洗澡也好。先拿一下，这样子，先拿一下。他会怕？哦、不会啊。啊，放回去！放回去！阿豆，放回去呀！好，我们的那个，我们的勇士先帮我们示范一下哈，来示范。今天的勇士面出来哦。好，对，我们有一个泰山勇士哦哈，哦，他今天加一分嘛。放油呢，因为它可能会粘粘粘，对，粘住，对，好 ，OK， 好。那我们这个透明的，好，我们放到旧里面哈，洗澡也好。好，等一下呢，大家都要一起倒哈。有了，我们露底，我们一定要趁热倒哈，趁热倒呢，等一下呢，它可能比较不容易哈，有。